史上最炫的舞蹈表演。连评审都跳得比他好。妹妹受不了压力，突然发病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评审们错愕呢？长相甜美的鬼鬼今天才艺表演会有什么样精彩的内容呢？而评审们又会怎么看待鬼鬼的表演呢？咱们话不多说，赶快往下看就知道咯。大家好，我叫吴英杰，我是11号。什么？你名叫鬼鬼？等一下，吴英杰。不是，我刚才看你的名字，我想说哦，他可能是好玩，就你声音也是跟你的名字很类似。讲鬼鬼呢？平常讲话就这样。为什么叫鬼鬼？这音乐古灵精怪。哇，好冷啊。我也被吓到。好，古灵精怪吗？从头再讲一次，再讲一次。我们已经开始了啊。大家好，我是11号的鬼鬼，我今年16岁，我身高160公分，体重42公斤，我今天要表演的是二胡。好的。哎，我怎么感觉有点阴森的感觉，有点冷。来，同学们，你没有看到我在访问人吧？有，确定有，确定有，确定是个人，是的，来，再拉小星星，小星星，小星星，鬼鬼，好不好？我们节目是很开心的。啊，我很紧张。哦，紧张没关系，不要把这节目搞成演艺节目。因为现在期中考到了，大家想看我们节目是放松，对，解压的。恐怕会有那种忧郁症，让人家更多的倾向。对，开始什么？开始好演啊！你要开始回家了。终于发了，阿明老师不要加这音乐了，不是我。我真的会毛。对拉任何乐器，像弦乐啦，这种二胡，你知道吗？一定要有那种气氛。对啊。现场气氛，他完全没有，他完全是很冷，哀怨，哀怨，阴森，你知道吗？对啊。然后呢？是中国国粹耶，好像昨天考试考零分一样。然后我刚刚真的感觉到你刚刚的问题了。只看到二胡在动，有啦，帅啦，对吧？你是昨天才练的，这样？来，麦克风。没有啊，就看起来你拉得很不熟哎。因为我学不久。是昨天还是学多久了？学2个月。两个月可以拉成这种程度啊？对。哇，那很难。那是拉肚子吧？这个程度啊，哥哥。你心情为什么不好？对啊，因为我很紧张。我们故意这样子讲话，就让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其实啊，这一集你看，小波老师、小松老师真的已经宽宏大量，收敛了，收敛。我几乎都没怎么讲话，都没怎么讲话。鬼鬼，小松讲话就是要伤。因为现在包氏兄弟上节目，我们要隐匿身份证，如果伤害小朋友太深的话，报警了。对，你放心，妈妈轻松。而且我跟你讲，拉二胡啊，就是那个气氛要拉轻重。你知道吗？每一个学员哒哒滴滴，这个轻重，对，你要不要再试一试看看？好，好不好？但是喇叭还是 stand by 哦，啊。什么喇叭？这喇叭啦，好不好？你好好拉，好，来，再给你一次机会。这个乐器已经够哀怨了，看他表情更苦，悲情啊！我觉得他去学这个二胡的心情一定很痛苦。是你自己你当初是什么？是被压过之后才去学的？压过？你是自己有兴趣
去学的这个吗？还是妈妈逼我的？你看得出来，你的表情就是被逼的。对，绝对是长大不会报复妈妈吧？不会。哦，这个媳妇，这个怎么回事？你下面学二胡了？妈妈为什么要叫你学二胡？因为这个比较少人学。哦，妈妈是标新立异啊。嗯。那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着镜头跟妈妈讲？来。讲什么？你怎么学的话，讲你学的感觉、学的心得啊。那个二胡不要打到脸，不要再逼我学二胡了，不喜欢。为什么？啊，其实，对啊，妈妈怎么没有叫你学小提琴什么？怎么会是二胡呢？妈妈说那太多人学了。哦，太多人学。其实我真的哦，要在电视机的前面要讲一下，呼吁很多的家长，对，就是小孩的才艺要，你要帮他在环境中培养他，让他自发性的找到兴趣，你不能用压迫式的。我觉得，因为台湾有个状况，很多家长就怕自己小孩才艺比人家差，你知道吗？怕不够，就到处送啊，什么都学啊，最后什么都不会，半桶水。对，半桶水，你知道吗？这样不好，应该是要自发性。其实你最想学，你想学什么？最想学爵士鼓。你看多厉害，才特别嘞！一个女生打爵士鼓，帅。有吗？有，现在有接触过爵士鼓？再找。嗯，但我建议啦，新乐团的 Michael， 你看怎么样？好。好不好？好。但我建议你家可能要搬得比较偏远一点。我家很偏远啊。真的吗？住哪里？打鼓会很在基隆的一个小角落。哎呦，基隆，我也住基隆。等一下，基隆哪里？基隆哪里？我也住基隆、啊。你讲这个基隆小角落，你怎么来的？你是飘来的吗？基隆的一个小角落，基隆那个很有名哎，他台湾十大鬼屋叫那边来。不是。好了，那他自己想学爵士鼓，阿姨。啊、哦，爵士鼓要准备一下哦，不要再逼他学二胡了，好不好？谢谢鬼鬼，谢谢，接下来欢迎下一位。有谁说水汪汪大眼的丫丫在今天的美妹选秀会上面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呢？咱们话不多说，咱们拭目以待，看下去吧。各位评审老师，大家好，我叫丫丫，今年20岁，那我今天要表演的是舞蹈，谢谢。以你这老成的姿态，应该不止20岁吧？得检查身份证啊！好，来。哎呦！什么意想不到的结局即将发生呢？广告回来，我们马上告诉你。美美说。